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姚。我们现在打永抗敌国入侵北米户他妈的地狱级关卡哈。那这边带大家用救急装甲艾克斯啊，我这边只有带四张卡，龙科帮我带九峰龙客可以延迟就好了。好，那第一关是数字盾，我们就稍微洗一下技能吧，不要转到太多攻击珠都好。好，来五。好啦，其实我们这边是可以放一回合给他的哈。所谓放一回合给他是转错啦，就是他打过来会先打75%的样子，还是25%？哦，25%。好，那这边的话是一贯开下去，然后来稍微减一下 CD， 这样36912。好，我们就故意差一点点，好让他打过来。这边就是稍微洗一下技能哦。好，来再把一罐打开。那最后这一回合我们把它转到就好了。这边西格玛开下去，好，100%之后它会变成持续三回合哦，很实用。好，那洛克人玩法大家应该都还记得吧？尽量把秒数用完，对武器就会发挥出来。好，这边带走。来，那第二关的话，第二关这个鬼机粘附，我们一样把一关先开下去。好，那这边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救急装甲艾克斯开下去，然后我们先把红绿灯撸掉。好，那撸掉之后要怎么去转，这个是最后的问题哈。我们就把最后一颗用水，没带走也没有关系哦，还有下一回合的机会。好，那这边带走，下一关是不能手消到水的部分哈。来，那这边水是四颗变成火，那我们就一样去稍微排珠一下。哦，现在是有那个西格玛的效果在，所以不用担心哦。那右边带走，左边也会跟着自杀，所以我们就是专心瞄准右边就好。你如果场上水太多，你可以开艾莉亚来减少一下水。艾莉亚，对，这次应该是艾莉亚吧。好，第四关来，第四关这边注意不要跌到印记哦。我们先开一罐下去，然后这个再补一下啊，要记得开减伤。好，那我们这边就是不要去用印记，然后我们尽量把印记集中到左右两直行啊，因为等一下我可以直接开那个引爆掉哦。那这边有间距的珠子是水岸光心，你如果要让他追打的话，至少要消水岸光心其中一种哦。我这边忘了开一罐，不过没关系，算了，就是尽量把暗珠集中到左右。那因为救急装甲艾克斯的追打很快啊，所以三十级盾很快就可以突破了哈。好，那这边已经突破掉了，啊，这边直接开这个下去。这样子把印记炸掉，就可以比较放心的转了哈。好，那我们这边就一样去转。好，这样子 ，OK。好，只要不要消到十个印记都没事哦。来，接着这边我们就直接开龙客下去，因为我刚刚说要带延迟的嘛。好，那这一回合没有转到秒数没有关系，主要是要把龙客转到7000分先延迟住哈。火好像有点太多了，好，没事。好，那我们这边的话再把西格玛补下去。那这边就直接转就好了，主要就是撑过他那一回合的灵化，那灵化撑过去，基本上就是我们的天下了。好，这边也是直接带走。来，接着第五关，这边是
克数才有办法造成伤害哦。那这边我们一样直接去转就好了。啊，那同属的珠子会没办法消除掉，这个也没关系，就直接让它卡在那边没事哦。啊，去把珠子都转成强化。队长会追打，所以没有关系。好，那接着转成木鼠，来，我们把衣冠稍微开一下哈。那现在变成火才可以造成伤害，那我们一样直接去排就好。哦，这边要记得一件事情，就是西格玛效果要在哈，不然会被连击死。啊，这个不像 EVA 啦，说你一定要消到什么属性才会追打什么哈，你只要大于等于六秒结束转珠，它就会追打了。好，这边把西格玛补下去。那补下去之后一样，最后一回合我们就直接去转就好了。好，这边带走。来，第六关是要手消八康齁，那这边本来会被冻结围城啦，但是因为这边的话是直接齁，整版都是机械族腐蚀，就内件防御住了。好，那这边的话会反弹 200%, 不过西格玛的效果还挡着齁，所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，我们就直接这样一康去把它消掉就好了。好，那等一下我们再开艾莉亚去炸。好，这样子是有 hold 住的哦。来，我们直接开艾莉亚去炸板，处理一下板面哦。好，那这边是手消指定八。好，那八康我们就直接去转就好。这一队也是有闭眼秒数啦，所以不用太担心哦。我们开个艾克斯。好，来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好，这样子就好了。好，把它全部撸成强化珠哦。好，这边就直接带走。好，来，接着王一他会突袭你当前的 99%。 好，那这边一冠刚好没有跳起来啦，所以很算是很不幸吧。我们就把这个开下去稍微补个命，我们要直接让他天降星下来补血齁。好，有补到就好了，等一下就可以靠一贯无脑回血了。因为西格玛还会帮你挡掉一大半啊，所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哦。这边基本上就是已经无脑转珠了。好，那每回合都要打到20%。20%的话大概是12500哦，欸，没有1亿啦，1亿。好，那这边又很不幸的没有追打满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们就一样去排珠就好了。那这边就是帮我特别注意西格玛的效果还有没有留着。我知道常常有人会觉得这个是常驻排珠，虽然是没错啦，但是三回合之后还是要稍微检查一下下哦。好，西格玛，然后这个，好，就一样去排珠啊。这边基本上就是算另类的无脑吧。好，来，那最后 这一回合一样去转就好。稍微排一下齁，我们把珠子尽量消干净一点，等一下才不会有卡珠的情形发生啊。等一下是无鼠强化盾齁，然后不能消到光暗珠啊。你如果有消到就赶快开那个来救命，开龙科来稍微救命一下下。好，那我们这边就是直接去排无鼠啦，那可以先把整个版面撸过去让它变成强化齁。
好，来，那这边就是直接去排。好，这样就都有叠到，光珠没有叠到啊！天哪、啊，啊，没有关系，这边算是我自己失误哦。啊，这边失误不打紧啊，就是再花时间把它处理掉就好了。哎、啊，这边我开一只旧爱，好，然后我们把角色珠拉出来用，这边刚好缺角色珠嘛，缺火珠啦。好，那这边就直接。OK， 啊，结果火珠没有拉到强化，天哪！我是要在这边玩多少？我是要在这边玩几回合？啊，这一回合真的要把它带走了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把最后这个补上，西格玛效果也还在，就不用理它了哈。好，这边要转强化珠，对啊，我可能太紧张了哈，看到春日签的妈妈有点太紧张了。好啦，反正就是不要去消到那个光暗，不要手消到光暗就好了。好啦，以上就集装甲艾克斯四卡通关齁，来给大家做参考，那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就下一部影片再会啦，拜拜。